这个国庆连假期间，来自全台各地的羽球小选手齐聚台北市立体育馆，参加杰斯与你同行羽球赛。1800组选手在4天的时间里，为球迷奉献了精彩的比赛，也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羽球运动未来的希望。本片剪辑了两位国小5年级选手的比赛精华，荧幕前的你，觉得自己赢得过这样程度的国小生吗？